Hi everyone, welcome to our channel. OK, 今日就介紹這間快樂的小人，因為疫情就 lockdown 之後都沒有來過了。這間快樂的小人前身就是小肥羊，然後再前身就是開了很多年很多年的德興火鍋。那我們現在進去了。冇揀嘢食啊！我唔係。係啊，揀緊嘢食啊，西洋菜。另外我喜歡這裡就是可以自己拿調味料，就不用下下叫它。以前呢還是有其他東西可以拿食的，那自從疫情之後呢就只可以拿調味料。好，我開始吃了。耶，其實這裡所有東西吃都應有盡有，可能是海鮮少一點，但是我覺得沒所謂，最重要都是吃牛肉、牛肉同埋牛肉。我喜歡吃火鍋的時候下了菜先，之後先再吃。哒啦，哇，好快就熟啦。好啦，好多好多啊，耶！好吃，机器人送菜。哎哎哎 OK Sorry。我们差不多吃完啦，爸爸吃得好不好紧呀，中不中意呀？ Daddy approved。 Yep。 吃完啦，买单。
加了没有？对，两个月，小费已经包括在这里边。哦，60块，来，查看一眼，60块不到。现金是吗？是的。开心。OK， 拜拜。